手撕雞。舌尖上的美味哈。这位老哥现场直播。鹽焗雞粉、芝麻、花生、蒜蓉。咸的是就是那个盐鸡粉啊。对。我想拍埋佢先啊！哇，几香喎！哇，买咯，几钱只？62块钱一只。咩？冰清啊！冰清啊！咁呢个几钱只？佢讲。23元一斤。23元一斤。嗯。一只几多斤啊？这个味道不是一般的好吃啊！一隻大概幾重啊？一隻62块。60。这一盒34.5块。你这边有31块的。可以买半隻嘅。180是吧？不懂吗？现在不是买过吗？那么有半隻嘅。半只鸡差不多有38块了哈。啊？38块半只，这个好大。这个呢？32块，这个可以吧？32块，这个，这个小，又有肉。手磨芝麻糊，自己揾碌棍嚟烘。呢个歌仔磨得真系有成调啊！呢度系芳村地铁站，呢度好多食肆嘅，每日食两间，食一个星期分钟都食唔晒。嗰啲噱头啊，几多人企出嚟啊？招啲人入去啫。有最出名的街就是这一间啦，因为这些街连啲鸡骨都有味嘅，平均啊100元人民币一只咁啦。全港只有两间堂食，只系得一间，另外一间系冇堂食，只系外卖。买鸡买到攞晒奖。要边只就攞边只，皮爽肉滑，骨都有味。呢个系真嘅，我上次食过咧，啲骨真系有味道嘅。上海味道，老上海。十张面。Please move your camera。特色齐菜小云吞，呢间铺个特色。哇！放啲鸡蛋落啲面包中间。放肠，放辣酱，放啲菜，我卷埋一齐。多谢。
8蚊一個呢度。不是理財，這些是有得飲摩托。第二條是你的啊，我同你張放心。嗰啲啊，嗰啲應該係花生。芝麻啊！芝麻糊。不要辣椒，不要辣椒。我也不要。好的。炸奶。我红豆。炸奶好吗？一个鸡蛋的，要什么酱啊？大酱，大酱。谢谢，多少钱？4块钱。4蚊一个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下次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